和你们一样，我的故事有高有低。谢谢你的努力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合作。听我说，你会失败的。没有目的地，沮丧，迷失，时间不会为你停下来。Hello? 我要重新开始。Yeah, I'd like to sign up.我的世界有无限的可能，就从这张作纸开始。喂，局长，我自己出去做啊。好好打工不行吗？费时费力。我不努力了。为什么不往大陆走？就算不同意，也得让世界听到我的声音。先找一个相信的人。为什么你想帮我工作？我想买房子，我想买跑车。我爸叫我来的。我刚结婚，我想挣钱生孩子。因为是你啊。好，他们都叫我便利店。过来，创作是无限的。哎，我的世界很大，有无限的可能性，但再好的想法不说出来也只是一个想法了。老板，我有个想法，我可以找个帮手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我没有说错，只要相信自己，什么都有可能。好吧，干杯。不要别人听到我的声音，妥协不是一个选择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什么？重做。意想不到的问题往往在这个时候挑战你。Oh no！ 只有坏掉的东西会停下来，但人不会坏，也不能停。大家，没事，我们从头来，好不好？来，Guys, what? I think we got it. Hey, 等一下。不过明天还有重要的一战，所以今天晚上辛苦你们了。Good job, guys. Good job.这是极限了吗？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停？只有我可以告诉自己。怀疑的声音往往是我们迷失的原因。不可能吗？尝试只是刹那的决定，却注定了成功和失败。这个世界除了黑板，还有其他的颜色。便利店，打给徐总，我想再试一次。老板，你还记得当初怎么开始的吗？这张作纸是我的开始，也是我的未来。我不知道什么叫梦想，也不知道什么叫成功，只要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就会坚持去做。我是高桥，我的声音成就我的未来。我听我声，自由在心。Let your voice be heard。
subscribe.